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cSonner 大设计。救灾现场常常会被破坏的面目全非，每一次救援都会伴随着无法预料的风险。要是把救灾任务交给机器人，它能应付得来吗？为此，以色列古利安大学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一款可以变形的搜救机器人 RSTAR， 不仅各种崎岖地形都能轻松应付，还具备飞檐走壁的能力。这个越野能力超强的机器人一共搭载了两种形态的轮子，根据不同的地形就能变换着使用。例如要穿越坚硬平坦的地面时， RSTAR 就会借助传统圆形轮前行，速度可以达到每秒 0.9 米。遇上沙滩或者是烂泥巴等野地，它就会翻一个身，换另一侧的三角轮去跨越地形的阻碍。无论是哪种方式，都能随意的调整角度，灵敏程度非比寻常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它还拥有飞檐走壁的能力，任意狭窄的细缝或者是墙壁之间都可以垂直移动。但是在实际应用中，也会遇到这两种轮子都解决不了的地形。不过别担心， RSTAR 还能将装载轮子的双腿摊平，像一只慢吞吞的乌龟一样匍匐前进。如此灵活的机器人，应该没有什么救灾地形会难倒它。目前唯一的问题就是该机器人体型过于娇小，没法携带什么救助工具，所以研究人员计划下一步研究出加大版的机器人。视频元素来自 The Rock Lab， 由 McSonn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cSonner 创意公园。